大家好，我是老李哈。现在我们左拐去检阅边境的原始森林，这里到的检阅边境原始森林30公里左右啊，去探访一下当地的那些少数民族原住民呢。这个墙，你还在洗澡？小女孩，哎呀，都厉害呀！哎，人都被看见了呢。你看。哎，动，搁那，哎呀，它真动下去了呢，厉害吧？一个个从这里起来，下去，弟弟，动，来，看见，动，哎呀，厉害。看这个小女孩，小女孩，喂，蹲，来，蹲，啊，不累啊，回家了。我来，哎，喝这个啦。去前行，哇，大家看一下这路边的木头啊，随便扔的哈，不当树的啊，原始森林就是这样。在我们家里是很宝贝的，原始森林就是原始森林。你看，那村民都是用这个树瘤在门口做装饰哈。好，继续出发吧。像个小祭祀啊，是不是有饭吃啊？进来问一下。丁口啊。猫咪，没有看错了，是个小，应该是个小店。少数民族，老何，看见。穿越这个小镇，马上就进入原始森林了。大家老茧边境休息一下。恐怖！你看，停在这死人面前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大家看到吗？我刚刚停在这个蛇的面前，你看，这个蛇飘在那里，我操，绿色的，你看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什么东西啊？看见？哈哈，这个什么可以吃？白菜。喂，你看。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哦，这个顶好吃啊。嗯，你吃一个我看看。瓜干。瓜干。我是坏瓜，我又看了。嗯，哈哈，我是坏瓜。哎，你敢不接啊？你敢不接的吧？嗯，我敢不接啊，你喊哪位？敢不接？我敢不接啊。啊，敢不接哈？啊，客家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搞多少？哎，你要拖累呀？拖累呀？不是，不是。包好给他进，是。哎，给他进。啊，你这听不懂的嘛？啊，客家，谢谢客家。这都是少数民族的人哈，讲我也听不懂，可能是那个紫竹豆腐做那个东西的。老李现在的位置是老挝跟柬埔寨交界，几乎是原始森林哈，看一下，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我给他拍一个大家看一看，
拜拜的，拜拜，我，哎，你干不接啊？干不接吧？哦，你玻璃啊？玻璃吧？哈哈 ，OK OK， 警，这是警察哈、啊，你看我的警察同志在做渔网啊，在这个边检站嘛、啊。前面就是柬埔寨哈，这是死守着边防警察在织渔网，告诉我可能不能过去了，不让大家看了。前面就是柬埔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警察同志给我们不能过去，抽支烟啊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恐怖了，有些。客栈，拜拜，拜拜，客栈。因为有警察拦的，我们不能过去，掉头到边上去看一下哈，看一下风景，这是边境呢。哎呀，这个边民这里看一看，这里有边民呢。Hello， 沙白丽。看见他们吃什么，我来看一下。吃什么？看见他吃什么？顶卡。我看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吃那个东西啊！好吃啊！自己家人吗？你干不接吧？你干不接吧？干不接，给你看，你干的。干不接，你看的。你干的棒了，棒不坏。听不懂啊，说话听不懂啊。看见他们吃什么？哎，这个小弟弟这是吃什么？挖了东西。不干。我看他还是吃什么？是烤鱼是吧？嗯，活鱼烤的是的。什么东西？昆金，我猜。昆金啊，昆金。你的麦，哎，你麦都干不接嘛？你麦干不接了吧？拜不来，哦，那我啊，哦，哦，放过这个三只柬埔寨，听懂的意思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个老大爷，年龄不大了，看见他们吃什么锅了，哎，这什么吃？干嘛讲？是木瓜丝吗？一家人在这里，拿个烟来分享了没？对，来抽这个烟了。我看会。什么意思？好吗？听不懂说不来呀。每个人发一支，来。哎呀，可加油喽！山里人都能抽烟呢。还没你呢。还没你呢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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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家人睡这里，这么多人呢、啊，上面拍一下，上面拍一下，呀，这是狗吗？不是住的，主神的，住这里的哈。
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竹篓子是干什么的，这个笼子是装什带什么的。小孩子他一家人在这里其乐融融，还是挺开心的哈。你说什么？老吴的，他说老吴上班子扑扑，困进这个困进。打煤气他说，这个领口好，这个，我跟他说这个吹起来的好吃，他们老会紧的，没事，吹。警察不查那个，哦，不喝茶，你不懂。快给他看，给他看一下，拍的又。YouTube。Yes. 哎，他懂了，年轻人就是年轻人了。好，拜拜，考驾呀，考驾，走了。